小朋友，在这幅图片里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太阳。日。日。日的拼音是日。日。日的笔画是竖、横、折、钩。横。横。日是一个独体字。日。日。小朋友，你能用日组词吗？日光、日历、日记、节日。你能用日造句吗？今天是星期日。小朋友，这幅图片里有什么？月光。月。月。月的拼音是月。月。月的笔画是撇、横、折、钩。横。横。月是独体字。小朋友，你能用月组词吗？月亮、月牙、月色、月份。你能用月造句吗？一年有十二个月。小朋友，你在图片上看见了什么？星星亮晶晶。星。星。西音。西音。星。西音。西音。星。星的笔画是竖、横、折。横。横。撇、横、横、竖、横。星是上下结构。星。星。小朋友，你能用星组词吗？星球、星座、明星。你能用星造句吗？我想和星星打电话。在这一幅图片里，小朋友，你看见了什么？蓝天白云。云。云。云的拼音是云。云。云的笔画是横、横、撇、折、点。云是独体字。云。云。小朋友，你能用云组词吗？云朵、乌云、云雾、云集。你能用云造句吗？天上的白云一朵朵。